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皈依三宝，皈是回归，回头；依是依靠。啊，为什么皈依佛？佛是两足中尊，这个两，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报。没有一个人不想要的。啊，足是满足，福慧这两种都满足了，这叫福。啊，谁满足了呢？释迦牟尼佛满足了，阿弥陀佛满足了，释迦牟尼佛满足的相不容易看出来。那我们看老人家一生的行仪，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啊，这是智慧福报的圆满，看不出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非常明显的显示出佛宝智慧圆满，那那么释迦佛跟阿弥陀佛怎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没有差别，阿弥陀佛实现的是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因，他在修因，果报就是极乐世界，啊，有因有果啊。因是什么？是放下。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放下了，样样都放下了。所以在极乐世界看到圆满的佛慧二祖，我们要明了，看破是智慧，就是皈依法利欲尊，这看破。皈依身是放下，出家人
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全都放下了，把这个三皈依放在最前面，很有道理，代表全部的佛法。啊，人家问佛法是什么？就是佛法是啊，佛佛慧圆满啊，法是修学的方法，僧是修学的人，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身心言教啊，一点都没有迷信啊。佛法僧在自心里头，我们自己心里面圆满具足，没有一个人缺少啊，只是把它忘掉了，迷了，没想起来。那如果想起来，依教修行，人人都能成佛。那这个生命结束了，往生极乐世界，证得究竟圆满。那细说呢，就在这部经上。我们看今天的经文890页第五行下半段看起，从唯识说记啊，从这里看起，唯识是法相唯识中重要的奠基。这个里头为我们解释解脱啊，解脱是什么意思？书记里头说，解为利父啊，俗父，烦恼的代名词啊，解把烦恼解除了啊，现在叫解放啊，把烦恼解放了。脱呢为自在啊，脱是脱离苦果就得自在了，这叫解脱。苦果是什么？六道轮回是苦果，设法界是修行人的苦果，这两种苦果都脱离，都超越，这叫离苦啊。超越之后，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啊！修净土的人见到极乐世界了，修其他法门的人啊，经上常说84000法门，无量法门，修成功了啊！什么叫成功？大彻大悟，看破啊，彻底放下，放下十法界一真庄严。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东西放下，假的放下了，真的就现前。极乐世界是真的，华藏世界是真的，密严世界是真的，
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有显教有密教，显教讲华藏，密教讲密言，净土讲极乐，一二三，三二一，名词不一样，是一个地方啊。所以生到华藏等于生到极乐，生到极乐等于生到密言啊，方法不相同，修行的方法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同一个啊，这个我们要懂，然后门户之见自然就没有了啊，我这一种殊胜，你那个不如我，我的高你的比不上，这些都是废话啊，毫无意义啊。关键什么叫正法，我们前面学过，每一法都是正法，每一法都是邪法，法没有邪正，邪正在人心，一心专修就叫正法。正什么意思啊？你看上面是个一，下面是个止，止于一门就叫正法。法法都是正法，都能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哪一法不是佛法，哪一法不是正法，全是。这个理很深呐、啊！啊，问题宗禅宗常讲会吗？那个会很有味道，会了全是真的，不会全是邪的。啊，不会什么呢？修得很多，修得很杂，修得很乱，修一辈子没有得到定，没有开智慧。啊，大经大论学得很多，说得天花乱坠，那什么知识、啊、听得多记得多，你能说全是别人的，没有一句一个字是自己心里头流露出来的，那就叫心，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这真。所以明心见性从自信流出来，全是真法，没有一法不真。由此可知啊，邪正在人心，不在法了，法没有邪正啊。这跟你说真话，我们也今天要学正法，要修正法，一门深入，无量寿经，我们就专靠这一样，止于一，一就是无量寿，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这是正法。才能真正得到解脱，解脱是从果上说的啊。下面书记又曰又说，言解脱者啊，这个字应该念念谢，它破音字，念谢当动词讲，把它解开啊，不是名词，动词解脱。体即缘起，缘起就是自信。难得我们几位同学编了这么一本书，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啊，
两册，我们参考资料全在其中。早年，赵普劳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把佛说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本子扩盘做出来了，用这叠本化成表解，把经文写上去扩注，这个本子送给赵普劳，普劳看到非常欢喜。下莲老会的经，黄念老的集注，这个科会也出来了，这部经呢圆满了，圆满了。那么对于修学的人，这里面很多名词术语，要查字典、查词典、查参考资料。那么现在通通查出来了，这一份东西普劳没见到，普劳一见到一定欢喜赞叹，对修学净土的人有大帮助，有这四册，我们的扩注，注就是黄念老的注解，上下两册，参考资料上下两册，这四册修净土就圆满了，就完备了。我们一生把精力放在这里，会不会明心见性？会，肯定的。为什么呢？你专一了，专一就是正法。净宗无量寿经就这四册，原籍参考资料里边，从佛学大辞典里面揭露出来的术语，经上的梵文称涅槃，这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旧以灭度，新以圆寂。旧以是玄奘大师以前古大德翻译的，叫旧译。玄奘大师翻译以翻玄奘以后，叫做新译，新旧以玄奘大师为标准，古译的译作灭度，灭就是灭烦恼。度像过渡一样，我们过河，坐一个小船渡到对岸，就渡过去了。这是把生死轮回看作河流，我们从生死这个岸渡到那边，那边的岸是不生不灭，边岸。了生死真菩提，取这个意思，灭度。心译的呢，玄奘译的也译得很好，他翻作圆寂，圆是圆满，圆满诸德，寂灭诸我，取这个意思。这个翻译很好。
啊，那么古德明显看出来，顶涅槃是灭度，啊，所以灭心也即，灭跟即的意思相同。那个度呢，圆满的意思，了生死，证菩提的圆满。下面为我们做简单的解释，就是离生死之苦，即灭就离生死之苦，要懂得即灭才能离生死。即灭是说心，我们的心不急，所以没有能力灭生死苦。我们心里都有妄想，有杂念啊，这个妄想杂念大乘教里头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叫无明，无明是迷了啊，要知道啊，自性清净心他什么都明了，没有一样不明了的。变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全知道啊，一个小蚂蚁他起心动念佛菩萨都知道。那我们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佛菩萨知道。微细念头不断的，前念灭后念生啊，念头是生灭现象，肉体也是生灭现象啊，生灭的频度多高，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我们起心动念，那物质身体，物质生灭的现象，在这么高的频率之下，我们茫然无知，毫无觉察。啊，如果念头断了，这世界就没有了。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我们频道按下去，画面显出来。啊，频道一关，立刻就没有。有这个念头，就现整个宇宙，宇宙从哪里来的？念头显出来。慧能大师见性了，幕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要问他宇宙从哪来的，慧能大师知道啊，这一句解答了，自信生万法，自信的念头。他动了一念，宇宙就现起；他不动呢，不动没有。啊，这一动，这一念，我们也完全不知道。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极其粗糙啊，不是微细啊，啊，多少微细念头集在一起，我们才有感觉。那如果是一个念头的话，没有感觉。啊，这种现象就在面前。一切时，一切处，
所以佛说就在当下，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空间、时间都是假的。啊，事实真相就在一念，那一念是真相，纯真无妄。啊，这一桩事情难得。今天量子力学家为我们介绍出来，啊，证明出来了。佛三千年所说的，近代20年来的这一些科学家把它证明。所以佛教今天不但是高等哲学，还是高等科学。那佛经里头无所不包，那世出世间的学术全在其中，全是自信变现的。就像《华严经》上所说，心现识变，啊，心是念头，能现，能生。至于这些现象会产生这么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识变，阿赖，识是妄心，妄心能变。不能生啊，不能现，能现能生的是真心，将真心所现的现象把它变化变成什么？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这是阿赖耶妄心，他干的。如果我们不用妄心，完全用真心，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没有了。啊，好像电视屏幕啊，把它关掉了，什么也没有。啊，但是还有真心所现的。真心所现的现象，一真法界，就是华藏，就是密印，就是极乐世界，它存在。啊，它只有心现，没有识别，所以叫一真法界。啊，那么这是由一念不觉了现的。如果那一念觉呢？一念觉念华藏、极乐、密言，统统没有了，好像屏幕全部频道统统关掉了，剩下来的是荧幕，荧幕什么都没有。啊，用什么形容呢？净土教里头称这个现象叫长极光。啊，长是不生不灭，极清净无染，没有善恶，没有邪正。啊，所有一切对立都不存在，自信的性德圆满现前，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能现。啊，不动，什么都没有。一念不觉呢，就现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密严净土。啊，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里面的居民，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所以称他为法身大士。华严原教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所以叫41位法身大士，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修行的处所。谁在这里帮助他们呢？常寂光土里面的化身如来，现报身如报土，帮助41位化身大士。啊，如果他一念不觉断掉了，这个境界也是假的，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除外，十宝图在其中。那真正永远不变的常寂光，他的相是光明，一片啊，光是它的相，寂是它的体。啊，寂就是不动，真心不动啊，会动的是妄心呐。啊，能大师说了，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对真心这些不动。没有动摇，啊，有动有摇的是动摇的妄心，那是阿赖耶，真跟妄我们都搞清楚。啊，学佛呢，学的用真心，啊，真正会用真心的，就是法身菩萨，没有证到法身的。全用妄心，十法界里面，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乃至于佛，都用妄心。啊，去天台加称，十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他用妄心用的最好，好像跟真佛一样。那换一句话说，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没有丝毫违背。啊，相似即佛，为什么不是真佛？他用妄心，他不是用真心。那如果用真心，他真佛，不在十法界，十法界没有了。啊，他在哪里呢？他在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啊，一真法界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无明断了，习气没断了。这是宇宙的奥秘啊。那我们从佛讲的三种烦恼，见思烦恼阿罗汉断了，但是
阿罗汉断见时没断习气，啊，他在声闻法界里面，啊，六道出去了，四声法界声闻，在这个阶段里头，要把见识的习气断干净，断干净就升级了，叫辟支佛。啊，辟支佛真正把见识烦恼，包括习气都断了。啊，那他修什么？他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升等菩萨。尘沙烦恼习气没断，菩萨呢？菩萨要把尘沙烦恼习气断干净。啊，断干净了，他就成佛了。十法界里，他就成佛了。那么佛修什么呢？佛要把无明烦恼断掉。无明烦恼断掉，十法界没有。他升腾了，升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十宝庄严土，习气没断了，所以我们才晓得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要把习气断干净了，十宝庄严土不见了，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图在内也。啊，在那个地方慢慢断。啊，因为断这个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怎么断法呢？随他去吧，别去理他。时间长了，自然没有。要多长的时间把它断掉？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十宝图的菩萨、化身菩萨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断掉之后呢？断掉之后就真的成佛了。他入常寂光了。入常寂光是真正的无量寿，在十宝图是有量的无量，啊，证到常寂光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十宝图的菩萨，我们可以说他是真正无量寿，因为他有量跟无量是接触的，这我们得搞清楚，搞明白。啊，我们自己现在哪一个等级上很清楚。啊，一定要向上提升。不但不能堕落，连停在这个地方都不可以，都错了。停不得。啊，必须向上提升。向上提升，今天我们有个靠山。修无量法门，修八万四千法门，全要靠自己，叫自力法门。啊，我们今天完全依靠阿弥陀佛。啊，这个法门叫他力法门，这个要记住。我们不靠阿弥陀佛，靠自力，太难。要修无量界，依靠阿弥陀佛这一生成就啊！一定要认识清楚，就不会再做错事情。啊，应该放下的全都放下。啊，《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是
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我们对佛法放下，啊，中文翻译的大藏经是佛法，我们在那只取一部，其他统统放下，这叫法上应舍。啊，我们今天只取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下联句的汇集文，我们只取这一样，其他全放下。啊，所有祖师大德的教诲，我们也统统放下。我们只取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编得好，集注的内容采取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所以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啊，经文这里讲的解脱，你看注解里头注得多详细，引经据典，啊，为我们来解释这个意思。啊，缘起里面理生死之苦，全精妙之路，心地清净，有路，有真路，这个真路叫法喜，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啊，世间人讲的路都是外面刺激，啊，你心里的欢喜，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要辨别清楚啊！辨别清楚之后啊，世间只有苦没有乐，这是真的。佛说的最好了，乐是坏苦啊！乐你看到心里喜欢的，离开之后乐就没有。啊，男女相爱很乐啊！啊，一个走了死了，那个就苦了。死的人也苦，活的人也苦，都苦啊！所以乐是坏苦，不是真的。啊，法喜是真的，它不是坏苦啊！啊，孔子尝到味道不够深，《论语》上第一句就是这。第一句用意很深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是圣贤教诲，学习圣贤教诲的人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这叫习。那个里头有落，那是真路，啊，不亦说乎？啊，用悦不用乐，乐是外头来的，悦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喜悦就是法喜。大乘教里面讲，法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那什么觉悟了，明白了这个路啊，以前看这个经看了几十遍也没看懂啊，现在看经越看越有味道，昨天看昨天味道，今天看又是个味道啊，天天有进步，这个里头的意思无穷，永远没有办法圆满得了啊！字字句句无量意啊，字字句句带给我们充满了法喜。那为什么阿罗汉以上，他们修学锲而不舍，快乐吗？享受啊，真懂得享受。啊，绝对不是凡夫能想象得到的，凡夫是妄想，怎么能想到真心？啊，用真心就快乐。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守住一条戒，不妄语啊，对人都说真话，就这一点带给你无穷的快乐啊。说妄语什么？有罪恶感，那就是苦啊。将来果报，妄语跋涉地狱更苦。啊，所以戒律带给我们快乐，真乐，不是叫我们受苦。啊，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你做了怎么样？做了的时候，你会受良心责备。啊，死后的时候，三途苦报。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佛的慈悲，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啊，才会升起感恩戴德啊，凡夫无法理解啊，佛菩萨真的是好人，真正的好人呐！啊，对于众生没有丝毫需求，这就是真的。啊，他不需要我们供养他，也不需要我们赞叹他，一无所求啊。这样的人对待我纯真无妄啊，帮助我们离生死之苦，学精妙之路，精妙两个字啊，谁不把心静下来定下来，妙乐得不到，妙乐是你无法想象的穷极之国的啊，穷是追根究底，达到究竟圆满的国的啊，就此中所谓立生死之苦而言，圣贤命中为圆寂，即入于涅槃。那这个圣是诸佛如来，这个贤是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所入的是十宝庄严土。
是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是佛土。啊，诸佛所入的常寂光净土。这叫入涅槃。啊，一定是先生，不是凡人，凡人命中了六道轮回，一生行善积德，来生是天道。啊，欲没有断，欲界天。欲要是断了，色界天。啊，这到哪里去啊？人中年以上啊，应该是四十以上啊，要想到来生了。我要到哪里去啊？要做准备啊。啊，四十以前还没想到，四十以后应该想到。啊，中国古人把人一生分作春夏秋冬。啊，二十岁以前春天，人生之春，没想到这个事情。二十到四十，人生之夏。啊，正是事业有成就的时候。四十到六十，人生的秋天，要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啊，六十到八十，人生的冬天，不但要想，要真干了。啊，正为来生打算。啊，这二十年比什么都重要啊，决定来生的幸福。那我们真幸运，幸运当中的幸运，遇到净土太难得了。遇到净土就是遇到成佛法门啊，不用证阿罗汉，不用证辟支佛，不用菩萨那么多阶位，通通都不用，直接成佛。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一法，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有，只此一家。所以不容易遇到啊，有善根福德因缘，遇到诸佛一般的这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容易啊，不难的，遇到净土法门难啊。难在哪里呢？难不在佛那边，每一尊佛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不讲三经一论，普遍宣扬。难在哪里呢？难在你不相信啊，听到了，遇到了，不能接受啊。不像华严法华那一类的经典呢，
人容易接受，一遇到一听生欢喜。啊，所以这个法门，一切诸佛所说的难信之法，啊，谁能相信？有善根、福德、因缘，具足这三个条件，你能信？有善根的人能信，有福报的人能信，他真干。啊，所以信愿是善根，持名是福德。啊，你要想修福，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无过于念阿弥陀佛。那不念佛的人就没福报。啊，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上面买这种小房子，隔壁的邻居，啊，大概不是信佛的，我们在门口贴个阿弥陀佛，他要我们把它拉掉。他说这是很不吉祥，好像贴到阿弥陀佛家里要死人，他这么一种见解要我们拉掉，没有福报啊，他不懂啊。啊，阿弥陀佛拉掉了，智慧没有了，福报没有了，啊，愚痴苦难的，他就来了。啊，在他家隔壁，他都不用。我们恒顺众生的，我们就拉掉。我们把阿弥陀佛贴在门里面，啊，不贴在门外头。啊，慢慢等哪一天他明白了，他来找我们要。在送给他，啊，不能怪他们呐，怪我们自己。我们做的不好，我们讲的没讲清楚，让社会大众产生这么严重的误会，啊，变成。这个地区没有智慧，没有福报，这地区怎么会不乱？啊，念佛、求福、求慧，事出事法里头第一法门，最真实。最快速，你很快就得到。啊，而且福慧没有边际。我们没把它讲清楚，没有把它讲明白，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不够深。我们理解的不够圆满，啊，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得认真努力。宝积经第56卷里的书，我求缘起。而处悦然，这一句话我们要学。
学佛的人求什么？求圆寂。圆是福慧圆满，寂是烦恼，欲染是烦恼，这个东西要放下。与这个世间没有欲望，不被世间一切法的诱惑，就是染啊，不为他迷惑，这是初染啊，没有欲望。啊，我们发起在斯里兰卡建大学啊，还没动工，我们就给总统写信，告诉他，大学建成之后，奉献给国家。啊，大学是谁？是斯里兰卡国家所有。啊，奉献给总统，奉献给全世界的人民，不为己有啊！啊，有多少人来跟我说，要我做校长啊？我说不可以，那我就有欲望。啊，一定要给国家，校长谁来当呢？总统兼任。斯里兰卡的政治体制对宗教有两个头，一个宗教部，总理管的，总理下面有宗教部管宗教的，因为他全国都信佛教，佛教徒占全国人口75%以上，所以他有个佛教部。佛教部呢，归总统管，总统兼佛教部的部长。啊，所以我们的学校建成之后，奉献给佛教部。啊，是佛教部下面所属的教育机构，啊，包括活动中心，啊，这是我们佛门弟子对全世界佛教跟一切宗教做出一点贡献，要除欲染呐。如果你求圆寂里头不出欲染，圆寂得不到圆满的福慧啊。寂呢，就是我本心的净体，清净平等啊。你的心怎么会清净？怎么会平等？我们要求这个，这就对了啊。宗论论书记里头有一句话说，无上法王久如圆寂，这个无上法王是对释迦牟尼佛的称赞啊。释迦牟尼佛久圆寂之前已经契入福慧圆满清净寂灭啊，这就是成佛了。释迦久圆寂就成佛了啊，这一生到世间是来表演，是来实现的，是来度化众生的啊。
贤首大师《心经六疏》里的书，涅槃，此人此是中国，啊，中国把它翻成圆寂，为德无不备，成圆，障无不尽，明寂。障是障碍，是迷惑，是烦恼，统统断尽了。啊，全都放下了，放下叫寂。啊，得是智慧、福德。啊，包括相好。啊，《华严经》上佛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啊，归纳为这三大类：智慧、福德、相好，归纳三大类，全都包括了。啊，这叫缘呐！啊，缘起的意思要动啊。现在很多人看到缘起，死了叫缘起，死了叫缘起的话，哪个不死？不，个个都缘起了。啊，活的时候没有智慧，没有福报，死了之后智慧福报就满足了吧。啊，这是误会，很大很大的误会。所以缘寂是活的时候真的，不是死了真的。啊，一死了就完了。为什么呢？智慧也得不到了，福报也得不到。必须活着真的，啊，死的时候才能成圆寂，才能出说如般涅槃。啊，那么这佛学专门的术语要解释清楚，不能产生误会。啊，这下面说正缘寂矣，真正证得了，能离彼缚啊，离解脱明，烦恼没有了，障碍没有了，这叫解脱。啊，那么在中国古代其如这个境界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入涅槃，证得缘寂，什么时候啊？24岁。啊，什么时候证得的？五祖仁和尚召见他的时候，时间是半夜，地点是方丈室。啊，召见他来，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开悟是什么样子？他就说出五句话，说明心性、见性。性是什么样？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20个字，他的毕业论文呢，成佛了。
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啊，承认他，肯定他，真开悟了，啊，开悟还有障碍，什么障碍？嫉妒障碍，很多人不服啊，这个人。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没念过书，在黄梅虽然八个月，干什么？舂米破柴，苦力了。啊，五祖怎么把衣钵传给他了？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服，嫉妒障碍，五祖。半夜三更，已经准备了小船，叫他赶快走。啊，五祖三天关着房门不见人。啊，三天之后起来了，把门打开，告诉大家。衣钵已经走了，啊！大家一看，发现慧能不见了，知道传给他了。不服气，啊！四面八方去找，希望把衣钵夺回来。他跑到猎人队躲了15年，15年之后，大家对这桩事情平淡了。他才出来，你看看，弘扬正法不容易啊！真正明心见性，还要受这么大的磨折，遭这么大的侮辱，啊，在猎人队里替猎人伺候猎人。啊，给猎人烧饭呢，吃肉边菜呀、啊。15年呢，不是短时间的。啊，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受一点苦算什么？正常的。那个时候是佛法的黄金时代，帝王护法还受这个苦难，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学习。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盖为深重大愿，能令自己出生死，并且能够摄受一切有情，大家都能够处理生死，永得解脱。所以经文上有过度解脱这一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32品很重要。念老的注解注得很详细，真正是慈悲到极处。请看经文：自然保守，真正戒备。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深。
这连道啊，说了五个字啊，自然就成性，不成性就不自然，不自然就造业。啊，恶业三恶道，善业三善道，就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要出六道轮回了，要学自然。啊，不要有丝毫勉强。啊，所以一开头这两句，这显性的妙用。啊，性就是自然。贤首过思，在望经还原观讲到修行，首先给我们提出四德，修行四个条件。啊，也是望经还原世界四个戒条啊，第一个随缘妙用，随缘就是自然，啊，妙用就是缘起，福慧圆满，清净寂灭，妙用。唯一有则，啊，真正是佛弟子，即成如来大法，把它发扬光大。那么最重要的，唯一有则。我们要做出榜样给人看，要做出好样子。好样子是什么？三规有没有把佛法僧，就是觉正见六祖慧能大师的解释，坛经上说三规一，没有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说的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他用觉真净三个字，啊，后面再解释：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怕我们产生误会。啊，说觉真经不说佛法僧，这是说明在他那个时候皈依三宝已经有很多人错解了，他把它纠正过来。传授三规一定要讲清楚，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某一个人，错了。皈依佛也不是皈依释迦佛、皈依某一个佛。那三皈皈什么？皈依自信呐、啊。自信觉是佛宝，自信正是法宝。自信清净是三宝，这皈依自信三宝啊，外面那是住持三宝，是形式的，要尊重他。为什么呢？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见到佛像自信觉，看到书本，不管他是不是佛书，只看到书本就把它当作经本，
自心正，看到出家人自心清净，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对我就有利益。啊，这三宝手的老师时时刻刻提醒我，不提醒忘掉了，是这么个意思。啊，不讲清楚，含糊笼统，让人家产生错误。啊，皈依佛，泥塑抹掉的。啊，自身不保，他怎么会保佑我？哪有这个道理？啊，皈依法这经典，又不肯学它，又不肯去读它、研究它。啊，通搞成误会。啊，出家人既然发心出家，就要继承释迦牟尼佛的事业。释迦牟尼佛的事业是教育，开悟之后一生教学。79岁圆寂，经上没有说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放假。啊，其他的宗教，啊，工作6天，还有1天放假。佛法的都没有啊。啊，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也没有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7天放一次假，没有啊，找不到啊。啊，只看到佛教导我们。诸佛如来无一不是经先在说法，好像没中断。我们要从这些地方体会到，啊，我们现在再看黄念老的注解，自然保守，真真戒本。自然保守，即宗门所谓之保任。啊，宗门是禅宗，禅宗里面所说的保任。啊，保任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有解释，要行便行，要做便做，你想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就是自然。啊，自然里头呢要保住，啊，保者念念不易也。啊，用我们念佛来说，人就很容易懂，啊，爱做就做，爱行就行，把这一句佛号保持住。啊，行，心里头念阿弥陀佛，做也念阿弥陀佛，无论干什么，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看到一个人。夜深了就看到一个张家大师，啊，这个人好像是一天到晚他念咒没有间断过，啊，即使跟我们谈话，他谈话了咒就停了，话讲完了他就接着念，他用金刚尺嘴全动，没有声音，
无论在什么时候有感到。啊，这就是自然保守。啊，他真做到了。他的境界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磁场非常柔和。你跟他坐在一起，不想离开他。他有这种摄受的力量。啊，跟他坐在一起是一种享受。啊，宁静、平安。啊，远离一切颠倒梦想。我这一生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啊，看到经典里面，保任自然，印象就很深刻，啊，就会马上想到他。保者念念不已，自然就是任运之意，故任运保守就是。啊，那么人运就是随缘，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可以随，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但是这一句佛号放在心上，默念。啊，外面没有人知道，自己清清楚楚。啊，一生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没有动摇。这个人，他怎么会不往生？决定的生净土。啊，什么都别放在心上。啊，有人问呢，现在我们在提倡啊，倡导建学校、建汉学院，有没有操心？我一点都不操心，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告诉他们，我等你们建好啊，什么事情都不要问我，我不是搞建筑，不懂建筑。啊，你来给我谈的时候对牛弹琴。啊，我是个牛，我不懂啊，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学校盖好了，我当教员，我教一门功课，大乘无量寿经。啊，我就教这门功。其他的我都不懂，我万缘放下了，你们另找高明，我就这一部经。啊，现在就讲就这四本书，两本参考资料，两本国著。啊，汉学院建好了，我也是去讲这一部经，我就讲一次，时间一年。啊，希望呢，带三四个学生。啊，这三四个学生专学无量寿经。啊，我学海仁老和尚。我跟老和尚见过一次面。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老和尚还在。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是香港的首任阎王。啊，因为我来的时候4个月，
讲楞严经。每天晚上一堂课，两个小时。前面两个月，要翻广东话。换一句话说，每天晚上只讲一个小时。后面两个月，大家要求法师，你说话我听得懂，不要翻译。他说话我也听得懂，我说话他也听得懂。我们可以用自己言语交谈。后面两个月在南唐岛，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前面两个月是谭旭老和尚道场，那时候谭老往生了，常怀法师主持，所以我跟他在这认识。他陪了我两个月。海仁老和尚的规矩，他一生只有六个学生。他的条件，他是专攻楞严的，学生必须背楞严经，还要背注解。楞严经跟注解不能全部背出来，他不熟。那我们的条件也是，要真正想学这部经，无量寿经一定要能背诵，分量比楞严少很多，楞严十卷。这个经跟楞严比只有一卷，楞严经长。那么念老的注解分量很大，我不要求大家背注解，我要求大家背经，经也不是以背为目的，一天至少念十部，时间越长越好。希望一生都不改变，每一天念十遍，念熟透了，能背诵的，不需要看经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读经。读经的念佛三昧，得到念佛三昧，不定什么因缘触动了，目的在此地，但是念老的注解至少要从头到尾看30遍才管用，或者是听我讲经，我讲经一天4个小时，讲满300天，1200个小时。这部经讲完，至少你要听10遍，一天听8个小时，要听5年。为什么？你对于经宗的真正相信，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下这个功夫。你半信半疑，虽然念佛往生未必可靠，真正这样干，保证你决定的事，你来弘扬净土，大家对你相信，功夫成就了，表现在外面。自然相应，一丝毫勉强造作都没有。你是真正的弥陀弟子。
在这个世间弘扬净宗。那所以我这两个学校搞成之后，我去讲一部经就教学啊，所以学生只能有四个人最好。为什么？我讲完他要复讲复小组啊，复小组一个人一天一个小时，四个小时啊，所以我的功课是八个小时啊，再多了，再多我精神体力不够啊。那么这样一年能培养四个人，不会在我之下，可能在我之上，比我讲得更好，更透彻，更清楚啊，经宗就能够传下去。啊，那么两年，斯里兰卡一年，马来西亚一年，我可以照顾八个学生。啊，有意义来学习的，现在先就下手，读经，看注解。啊，把这预备工作做好。啊，学校建成，你要来学这门功课，我们有个简单的考试。啊，通过之后，你就能够来学习。我们再往下看，真者，啊，真真解本，真什么意思？真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真如本性是常寂光土。妙明真心的真心之离体，就是本经真实之际当中的真。这个真实之际是常寂光，是自心的本体，它是真的。那一真法界是它所现出来的，也算是真。为什么？它没有变化，它不是生灭法，它不生不灭，没有变异啊。所以对十法界的对比呢，十法界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啊，十宝土没有生灭的现象，就称为一真。真真表非对妄而说的真啊，这个真不是真妄的真，真真就是自性，就是法性，就是本性啊。中国古人知道，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中国典籍里头就有人性本善，这个人性本善就是真的啊。所以要晓得人有真心，真心是真善，真心没有不善，不善是习性，是妄性。
啊，妄心里头有善恶的善，真心里头善恶都没有。啊，菩萨行里面有婴儿心，啊，我也常常跟大家讲，人生本是歧路正常，啊，婴儿从出世100天，他是真的，真正没有掺杂丝毫的虚妄在里头。他那个真不是真假的真，啊，不是相对的真，啊，这个婴孩没有受染，啊，还不认识，不认生，啊，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等到他认识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他已经有分别心。他已经被染污了，他用妄心的，不用真心的。啊，可见的人到人间来用真心，以后没有人教他，被周边环境染污了，变成用妄心了。用真心的是佛菩萨，啊，如何我们回到婴儿的时代，完全用真心。那现在人害怕，完全用真心不吃亏了，不上当了，啊，别人都虚情假意对我，我用真心对人，变成了不敢，啊，怕吃亏，全是妄想。啊，怎么知道呢？诸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了，不吃亏呀。我们有理由相信。古时候真正修行人，无界实相决定做到。啊，无界里头有不妄语，实相里头讲得更清楚，不但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啊，他不骗人的，他没吃亏的。啊，比一般人活得更自在，更幸福，更美满。何必去欺骗人呢？啊，何必用妄心？用妄心造轮回，无论行善行恶都是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用真心出轮回啊！所以用真心念佛，用真心待人接物，决定的是啊，妄心念佛未必能往生啊，但是也未必不能往生。那我要看你的运气。临终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这证明你生净土。啊，所以这里真真是绝对之真，真中之真。啊，戒别戒。没有染污，无垢，
白是污染，就是能大师所说的本质清净。真正洁白了这底下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一切百丈禅语，百丈大师心心无染，本自圆成，跟六祖能大师说的完全相同。这净信的人所保任者呢，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代真心行住坐卧自然保守保住这个真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这叫真学佛。佛就是这个样子决定不欺骗人至死也不改变，那就是决定不堕落。尤其是念佛人，把生死看得很淡，不重视这个问题，重视真心，重视幸运持名决定的生净土，这就对了。无上者往生论注，这个注是谭鸾法师注子里的书，无上者，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无上这个道，道是方法，是门路。这个方法，这个门路，往生论是指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个道路是无上。为什么？穷理尽性，没有超过他的理是万物的理体，有思必定有个道理尽性，性是发性，是自性，是本性，穷尽本性，对于本性彻底觉悟了，彻底明白了，没有丝毫迷惑这是什么人？法身菩萨以上没有见性的入不了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都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对于整个宇宙一切性相离思因果无不通达明了如宗门，宗门禅宗里面宝经三昧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但还有任运，任运呢就是自然的意思，任法之自运动，而不假人之造作之意。这个说法很好，没有人为造作，自然的。那行思抄里头，这是六宗的啊戒律的，人所至处，人云皆起，故曰自然。跟自持记里面所说，不假造作，故曰人心。啊，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造作，不执着，就是人。啊，这是谁修的呢？法身菩萨修。因为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破落。无明没有破，他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要高度警觉。为什么还用这个？啊，有这些东西，烦恼没有断干净，所修的世间善法。啊，读经是世间善法，不能开悟，不能得定。啊，世间的善业，比一切不善的好。啊，他的果报在人天。不能证果，小乘虚脱还果也没有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假造作，这叫人缘。啊，就是眼见色而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都要守住这个原则，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从这入门，那个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太危险了。啊，不但我们做不到，阿罗汉、辟支佛、别教三乘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都做不到。那别教要是地，原教要初住以上，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就很不错了。那对于往生净土有很大很大帮助。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